放到，然后这里有所有的 app， 所有常用的 app， 比如说 email、schedule。这个呢是，就是说 ，Apple 不是有一个滑动的 slash 这个？喂，哎，你系咪有 SD 啊？你系咪有 SD 啊？一啲依你係咪要嗰度訪問啊？啊，你過嚟啊！你等緊你啊！嚇？有啊！你過嚟先啦。